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요즘 뜨고 있어. CF도 많이 나오고. 송채나. 응? 나. 다 정시 끈져. 실은 도망갔어. 도망? 타? 무슨 말이야? 타是谁? 小爱. 계란이. 누구? 我在扬州的工作室又看见他。小爱. 小爱. 무슨 말하는 거야? 你说什么呢? 小爱 不是已经死了吗? 죽어? 死了? 그렇지. 哦对. 他自杀了. 죽었지. 다 이징 쓰라. 누구야? 화나是谁야? 생각나는 얼굴 없니? 就像是个压轴. 내 얼굴이 기억나질 않아. 压得 我喘不过气了. 娜娜是怎么和我说的吗? 등지에 경화가 있어. 小爱, 다 네 背后. 경화가 자살한 건 네가 직접 봤잖아. 玉涵送给我的，好看吗？别，赶紧扔了。 为什么？玉涵的东西不要碰，拿了他的东西谁都不愿意理你了。干爹，너도 맡아봐. 야, 그거 빨리 갖다 버려. 경화권 손대면 안 돼. 其实，我挺羡慕娜娜的。为什么？喂。对不起，红瑞，我和娜娜是好朋友。这大小姐她怎么了？为爱受伤了呗。 大小姐就是大小姐，约了导演，我先走了啊！拜拜，我上去吃饭啊！娜娜，小爱，文娟，你不觉得她很奇怪吗？旁边不是已经相了解吗？先走了。 那场找不到原因的车祸，只有他还活着。所有的尸体排成一列，放在村口的祠堂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中间没有这个人呢？나머진
이경아한테 물어봐. 인간도 있다. 이真的就是遗憾. 花了三天的时间才追到这个妞，有这功夫啊，多拍点照片赚钱多好啊！ 视频，我先帮你看，至于吗？
이제 너와 나는 영원히 함께 할 거야. 我们两个永远在一起。 서면을 사라지면